大家好，我是阿牛，今天过来海边钓鱼，还有我朋友他在上面，看今天晚上有没有好运气，现在把它打下去。今天这个咬鱼啊，那一条刚上来。白花鱼啊，一般在岸边都是这些。这条鱼也蛮大的，我拉着的蛮重的。没有脱掉，哎呦！一边钓鱼一边听我同学唱歌啊，蛮好听的。这个鱼，一海都是鱼啊。把它高到这里呀，把它高到这里。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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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回去看一下我的鱼有没有上钩。两条，太小了。今天过来钓鱼很舒服啊，看到那个什么吗？月亮。又有一条，哇，这一条大了。对，贪吃的家伙。噔噔噔，钓一条了。耶、yeah ！哇，两条，白花鱼。太晚了，不钓了。现在也没有什么鱼，来，看一下收获。今天的收获应该有两斤鱼吧，不过收获的不错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放在了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山河总是美好的，爱你们。